因体美师范生来到山区小学，如何开展教育教学？我教的是体育课，然后一个星期是18节体育课，教的体育内容就是羽毛球、田径，还有一些体操，还有球类，大球、小球类。支教生克服贫困生活条件，一心为教授学生，又给当地教育带来哪些变化？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支教，走访的贫困家庭，对这个扶贫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对我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一时间稍后为您播出《山村小学里最闪的红星》，敬请期待。欢迎继续关注《异世界》。支教这个词儿呢，大家都很熟悉，而它也的确是一种很独特的经历。有的人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参加过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呢，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接触过。我们下面要讲的不是个人的支教小故事，而是一个大规模的支教行动。从2018年起呢，江西省是全面实施了高校因体美专业师范生的一个实习支教工作，探索出了缓解农村小学因体美教师短缺的江西模式。我叫徐斌，今年22岁了，在宜春学院体育学院学运动训练专业。我是8月31号过来的，到这已经4个多月了。对于来这里支教学校老师的极大鼓励吧，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这种，奉献爱心啊，贡献社会的一种这种支教的形式。你干嘛呀？怎么这么早哟？刷牙的，起来还有事情。我叫梁建娇，今年22岁了。然后我是宜春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的学生，我来这里是教音乐课的。我来到这里面才发现，这山里面很多留守儿童缺少他们父母的关爱，我很想接近他们，多关爱他们。支教这种行为来说，本来就是一种爱的传播和爱的教育。今天我就叫他们注意事项，因为下雨不好浇水。你不是教他们前滚翻吗？下雨天怎么教？下雨天外面，因为下雨天一点都不听话。你看啊，外面不好上，然后在室内的话，他们也就不太愿意，想出去玩。我教的是体育课。然后一个星期是18节体育课，教的体育内容就是羽毛球、田径，还有一些体操，还有球类，大球、小球类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到前面去。上课，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大家看到啊，前面1、2、3、4、5个木桩，等会儿怎么弄呢？等会儿我示范一遍，蹬腿跳。抬腿，一个腿一个，左一脚一个腿一个。跳木桩的话，就是有些同学嘛，他可能是协调性不好，还有说就是说女生，特别是女生，她就是胆子小，不敢跳起来，因为女生感觉就是动作没有那么放得开，没有男生放得开。但是有些同学就是有一个女生在跳木桩一直不敢跳，然后就是一直鼓励她呀，然后一直激励她，然后她自己呢慢慢敢一步一步，开始是跨，开始是简单的抬步子，把腿抬高然后再放下，后面她能用后腿发力，然后一步一步的跨过去了。这就是我认为我给她带来的变化，也就是我值得最为开心的一件事情。Thank you.
小的一段时间就要走了，我想给他们多留下点东西，就给他们排练一个腰鼓队，多给他们学习点东西。这些学生呢，有时候开始打腰鼓，打得他手疼，因为他们棍子不会拿，分不清左右，又脚加上步子他们也不会，慢慢的他们记住了动作呀，知道了队形在哪里呀。每次他们说手很疼，他们都在坚持。我们在排练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们都很，大家都一起很开心，欢声笑语。我还上上个星期回家了，你们呢？什么时候回家？我估计要过两个星期了。你呢？要过两个星期。哎，我们来了多久了？四个月了吧。我就回来一次家。我们舍不得这里，还回一家。是啊，马上就要走了。不要哭啊，你不要伤心了啊，你不要伤心啊，我 hold 不住。到时候我会抱着你啊。不要你抱着我。到2019年1月10号结束支教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不舍得走的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半年了，每天和同事们、这些老师们朝夕相处，然后又每天和学生们在一起，就是已经成了一家人那种感觉。会回来的，香了。我也在就是积极的去参加我们的全省的编制考试嘛，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一种在编的体育教师，能去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锻炼自己。平时体育课灌输他们的就是要坚持，还有就是要敢于挑战自己，要自信，就是你这件事情能做好，你要自信，很勇敢的去表现自己。这就是说平时我在上体育课都很强调这一点，就对他们孩子的心理上的建设。以前我们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，没有专业的体育老师，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，现在他们就不同了的，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大学生，跟他们讲故事哦，等等就要引导他们呢，好好学习啊。他们跟小朋友打成一片，跟他们交心，心理这一块肯定是孩子们得到的一个提升。当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支教，走访的贫困家庭，对这个扶贫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对我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上课，李老师好。好，同学们好。那我们今天学习一首红色歌曲哈，你们就像你们这里小洞呀，也是个革命旧址，红色的地方，以前毛泽东来过。影片《闪闪红星》的主题曲，它是一首少年，是你们少先队员也像共产党员一样抗日，知道吗？爱国。一是好学，二是坚持，三是自信，然后四是尊重吧。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，你都有坚持的理由。我想让他们不忘初心，努力前行。